做小学生的责任特别特别特别重大。那可是真的真的很重大。要功课好，品性更好。你说的对，但是听话很重要，讨人喜欢更是了得。嗯，至理名言。可是听你的口气啊，好像有一点点，哎，被你听出来了。最近真美啊，美到天天吃一大盘竹笋炒肉丝，在家吃，到了学校也吃，被打得快要变成蘑菇人了。哎，你说美不美呀？天，嗯。有够美啦！有够美啦！好，这样。咱俩同病相怜，天天都迟到。干嘛学我啊？你才学我呢！说来听听，好让大家评评理，谁迟到有理。说就说吧，我可是迟到的冠冕堂皇。瞧你领子气到的样子，想吹牛，咱们就名正言顺的吹吹，谁怕谁？够了够了，别吹了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一起床就匆匆忙忙的跑去刷牙，我左刷刷啊，右刷刷啊，把我的牙齿全都刷不见了。我找着找着就迟到了。我一早出门，低着头走在马路上，不小心撞到一台大连捷车，还把它撞到阳明山上，现在还挂在那儿呢，真丢人啊！够丢人了，你现在还不知道那阳明山是别人住的地方，你把它毁掉是一个很艰难的事。哎呀，碎呀，好接。撞车才不是迟到的好理由。哪像我住在银河系，天天上学驾着优抚来，一飞就过头啦，所以迟到了。银河系算什么啊？我家可是住在月球呢，我每天要上学的时候都搭着太空船到地球，又要再搭飞机到台北，再搭总统号专车到学校，所以迟到了。还真远呢、啊、还真远呢、啊、卖闹啦，我家住在地底下，还要爬99999999个阶梯才看得到马路，哎，而且还会不小心被外星人抓走呢。瞧，一下子比高，一下子比低。哈，我昨天太忙了，忙到很倒霉。我要进校门前，不小心被太阳花学院的队伍踏扁了，之后又被追科批的小屁孩再踩一遍，所以又迟到了。早上我从地底下爬上来时，碰到了美国队长，和他噼里啪啦打了一架，还跟雷神索尔咔嚓咔嚓拍照，所以迟到了。有什么了不起？一大早我遇到了毕卡索，你们知道吗？他竟然有16位老婆都是我的粉丝，每个看到我惊声尖叫，抢着和我拍照，还要签名，所以又迟到了。好臭屁呀、啊！好臭屁耶、欸！哎，早上我那名优抚飞着飞着就迷路了，到了达文西密码挖宝上去了，哎，又迟到了。海杰真臭美啊！真臭美呀、啊！早上我在路上被一只小狗追，追着追着累了，哟。
知道吗？既然绕着地球跑了800万圈，所以我迟到了。哎呀，可真累呀、啊！可真累呀、啊！早上我太饿了，都吃了88888碗的饭，我还是很饿，就将餐具都吃了。早餐店老板吓得还拜托我别把他家里都吃倒了。活该吃死你！活该吃死你！姐，后面谁？我不想坐电梯，所以呢，我从7+7+7777777楼。